为了方便你规划行程，你可以在 MyBMW App 里面的地图页面选择目的地，传送到你坐车的导航系统。首先在地图页面选择一个目的地，你可以根据目的地类别搜寻。或者长按地图上面的一个位置，或者于搜寻列输入目的地。选择目的地后，按传送到我的 BMW。当你下一次在你坐车使用你的 BMW ID 的时候，你就会在车上面收到通知，提示已经接到你所传送的地点，并可以即时使用这个地点作为导航目的地。